して過ぎてた。我那酒家谁做这款？这首歌过去家友上爱我唱给伊听的。名乗る名前はあるだけじゃないよ。あるは気ままと明日もどこかの明日もどこかの空の星だ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你敢知影？山姐，你袂晓啊？我是考你啊！你是考你。哪有啦，我在这种所在上班唱歌，当然嘛爱穿较水的啊。哦，对啦，春花姐啊，啊你也来这？我来送旗袍。送旗袍？啊，不是拢头家在送，哪会？头家有代志啦，莫叫我送。好啦，我找你来。啊，你旗袍是要送给倒一个小姐？是胡美可小姐的啦。哦，是伊哦。胡美可。你的旗袍上来，上来就好啦。胡美可小姐，阮头家讲，这内面两领是改的，真啊新做的，小单在遮。旗袍我进前两天就要订，结果因把我拖这么一天才送来。咱改旗袍都要改一礼拜外，前两天才过来收啦。真实的，今麦才给你送旗袍来，不过阮头家讲钱今仔一定要收呢。凭什么啊？因为阮头家答应讲这钱要我先用，因为我家己。那是你的代志啊，跟我有啥物关系？胡美可，你哪安尼讲？人辛辛苦苦，旗袍最好给你送来，你本来应该给人钱啊！我讲讲，我不要拿钱啊！搁再讲，我讲是在旗袍店的头家啦，参像这种下骹手人，我根本就唔捌伊。我本来知讲，伊一体是不是就走去啊？哎，我已经跟你讲过啊，伊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哪安尼讲话侮辱人啊？哼，你还未做头牌进前哦，嘛是酒家女而已啊，那不是小酒上提拔你。你敢有今仔日了？何大，你去讲一下。我无啥袂用讲的啦。非得你今仔日一定爱甲钱互春桃子啊！我着牵啊无买互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要安怎？你今仔日钱也无摕出来，我着唔放你煞。袂放我煞。你来啥拍啦？春桃子，我今仔日哦，一定要摕出头啦！哎，我无啦。旗袍才打折来呢，等我七千块没问题了，才给伊敢会用的？你是凭什么替伊出头啊？丽香啊，真实的，这代志拢是因为我引起的，真歹势。啊，你旗袍送来就好嘛，伊不是讲啊，前两天才搁给你啊，干着爱赶今仔日一定要收钱。好，你看嘛，你看嘛，你看你家己的面啊，烧趴趴到面拢肿起来，了面就要话你唱啊，你知影无？
给你，我靠你唱。那么安尼上台啦，安尼上好啊！你到夜景那边去唱歌，下戏下酒。你去找吴伟哥，甲讲我叫伊哥去唱一条。你无用啊！家里，还阁有一首歌的时间，你阁唔较紧嘞？安怎？安尼就歹啦。袂啦，头先捡捡就好啊。小姐，你电话上台好无？袂用的啦，袂用的啦，太用的。会用啦，小姐啊。你唱歌这么好听，拜托了，你替我上台啦！袂用的啦。伊会晓唱歌？伊若会晓唱歌，而且唱的比我搁较好听呢。嘛，只要伊试看卖。歹势，我才想我来啦。放心，靠过我哦，罚三杯。那卖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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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哪讲哪啉啦。等一天啊，等一天啊，哈。老弟啊，这个是我个人哦，要甲恁拜托哈。恁呐哦，暗时哦，闲闲啊，还是讲吼要招待客户啊，一记哦，靠出来我一间旁店的嘿。啊，恁老些问题啊，不要。阿哩，我是跟你说多笑多笑多笑啊！哎，阿哥，是小组长，我来这久啊、哦，啊，今仔日哦，这番的人啊是白些人啦，啊，都是水果，你我要来唱歌啦，唱啊，靠你唱啊，啊，靠你人咧啦，我来看麦，来啊来啊来啊，哦，就要招待恁在大头家哦，安排靠你，人水，歌够好唱，哈，哎，啉啦。等一天哦，等一天哦，好啦，过啊，较关啦，气泵爱化滚嘞，那有三分钱嘞，好，来来来来。心肠，
阮心头酸，饮马代清。李凯，何队长，干嘛呀？霞姐，霞姐，收会到你的歌声真好听，歌也唱到这么有感情，有去跟人学吼？中医甲我讲，你真需要钱啊！不要紧，看你需要偌济，做你讲，我会借你。不过你一定要跟我签一张合同，爱来我家上班。我无要来家上班啦。原来你也看不起阮这个行业。我无看不起这个行业，职业无分贵贱。上好重要是，我有查某囝爱照顾啦。你还阁有查某囝？哦，啊，你唔着惊恁安排，互你来遮。我那已经过身啦。伫咧这个年冬哦，一个查某人要娶一个查某囝过生活是真困难。其实我对我的生活是真简单，无啥物要求。我需要钱是因为我叫阮小弟。要叫恁小弟，恁小弟到底是安怎？不要紧啦，你若无方便讲，你就莫讲。多谢你的好意，我来去啊。白小姐，要不安尼啦，看你啥物时阵心意若有改变，我欢迎你随时回来找我。我也要将阮遮的情形讲予你了解。唱歌就是唱歌，你无愿意坐台。也是无愿意陪人去饮烧酒，我完全的尊重你的决定，绝对袂强求。收你有影袂歹啦，愿意来也是无愿意，拢予你自己决定。多谢。姐啊，今日足多谢你替我上台。无安尼讲啦，你是因为我才甲冯美可冤家，害你无法度唱，我更加歹势。陈罗姐啊，你安尼讲，我著更加歹势啊。代志拢是我惹的。对啦，陈罗姐啊，我看你规日来阮遐上班好啊啦，你一个人带囡仔，安尼过日子足辛苦的呢。你放心啦，兄我足熟的，无人敢欺负你。
多谢你啦，我想我也会得过，你唔免替我烦恼。安尼哦，啊，春姐啊，哎，我顺便送你回去无？唔免啦，咱也无共路啊，你紧回去，我赶后班车过会赴嘞。安尼哦，好啦，我先回来，啊，你有闲来找我。钱甲呾拢搁存无，啊，尊严要安怎？这么暗嘛，哪会对人后面，害人惊到宝宝动，想要创啥？这，无啦，阮只是无就好，莫搁对啊，会用转去啊。爹，小小，你敢有受伤？无啦。因啥都要滚钟哩？我嘛唔知，这么晚，一个人伫外口足危险的。我是刚上机炮，算唔只只暗。多谢你。哎，小姐，你管他等下。无紧啦，我去车头赶最后一班车等伊上联。我载你去。哎哎，唔免啦。快点啦，快点啦！啊！我唔捌你啊！你唔免惊啦，我唔是歹人，我叫柯主任，是做先生。我再来，快点啦，吼！唔免麻烦啦，我甲你也无熟识，歹势我甲你插足，多谢你甲我解围，我来去啊。等阵。你把桌卡的款交给我，敢袂用给我？你这么穿起来，行看卖。有够好行啊！该谢谢你，多谢。啊，一路平安。世界上哪有这么好心的人？哎，是安那愈来愈无规矩哈！小校长，是嘞，我无法度做这少年头的。多少？接啦。这里啊，有啥物急事啊？无啥物急事。我下班专门来看。唔
你若专工来，是绝对有代志。我想无，一个送旗袍的人，是安怎倒上就要派人甲跟踪的？送旗袍的人，你是讲白小姐？无啊，我哪有派人甲跟踪？若无中医，是安怎对人好命？害人行到后，早甲连棺材拢断伊，拄好断着。所以我专工来请教道上的。你安尼好做咧请教？你为什么来质询的呢？敢若警察咧问犯人的口径呢？道上，我无这個意思，无上好啦。我是安怎想着你这款的好事啊？啊，道上的代志哦，无甲上你要甲我斗三工，啊，拢来要甲我找麻烦，无安尼好无？你若看不惯，归去等下甲我斗三工，要若无其他代志，卖讲。道上，好啊，这件代志啊，我会去查个清清楚楚。这么晚嘛，紧等休困啦。哇哦，我还阁老点食啦，一个月小白哦，我还想听阿姨也该结算钱啦。好，我先等你，多少？空帮我。爷爷。搞定。中气啊！我什么时阵哦，叫你去跟踪白小姐啊？小组长，你唔通怪经理啊，是我看你敢那对伊有兴趣。老白讲，原来就是恁两个在后边闭鬼闭怪，我的名声让你吃了了，莫怪朱文哦，气错错来这，心思混罪。阁对，这个代志是我唔对啦，我愿意去甲表安回事嘞。咩？朱文的个性就是安尼，代志问清楚就无代志，伊就原来转去。哇，怪当唱歌才好，才有感情。那你可能有一段真坎坷的这个心事哦。高定，伊不是讲。伊是为着要救因小弟，我听高二讲，因小弟是思想犯啦，即马已经去警察抓去啊。阿孙啊，最近生意来差遮济，老头家娘。最近新开几间布庄，因哪有你卖花草甲恁同款的布，甲社长长批发的一模一样，而且因阁卖比咱较俗。那会安尼？当初咱甲社长长嘛是有签合约滴的，啊伊的船嘛是专工对日本仔一挂花草较水、较特别的布予咱。是干那咱保证才会当贩卖，啊！即卖北京也有伫遐卖，那呢，咱的生意唔着受到真大影响。是啦，社长上伊无守信用，我嘛唔知要安怎着好。好，我再阁想一下办法。卡啥？头家。林家，你目前是咱王家唯一的囡仔，卡上希望你结婚了后，我会当将王家事业交予你去管理，希望你会当担起这个担当。卡上，其实报生的代事我是看得白，也不过你也知影，我的志向根本不伫遮。我知啦。前几年啊，你开一间小小的报社，为着战争，
日本人卖予咱有发展的空间，甲咱收收转去。目前咱拢靠这间布庄，是咱全家口的经济来源。加几年看卖啦，咱生意若较好，咱也有迄个良心钱。啊，无你兴趣要做啥物，你再搁去做，好不？我知影啦。你看完。我笑过，有啥问题是？阿顺啊，是不是有出啥物问题？你若无先甲我讲，林家，你莫怪阿顺啊啦。这件代志牵涉了真大，是讲咱甲客商伊嘛有签合约啊，啊，假使伊若是要违反，安尼咱就只好照合约行。因违反合约，阿顺，你甲讲清楚。头家是安尼啦，社长上你陪我来回，我陪我啦，别计较第一个生意。是款代志。我去找你了，林家，林家，林家，社长上伊财大势大，甲日本政府阁有伫个内哦。你甲想看卖，当当时日本人咧征调军夫的时阵，人伊的后生伊都有办法免让伊去调去做兵，咱咧。本来应该是我去的，也不过大爷因为疼惜我，代替我去做兵。到现在实际是死也无人知影。阿三希望你还会记得恁大兄疼你的心情。你即马好好办你家己的婚事，其他的代志，老卡三来处理就好啊。不行的。阮家是非亲非故，也不过你做一下好心呢，伊都我一个查孙来救命恩情人啦，啊，阮来甲看者，这嘛是应该啊，你给阮一个机会嘛。阿姐。阿妈，你取这个牙关，阿公看远看就好啊。好啦，也唔过，我会定时搁要询问，恁两个袂当入去。若无，我会定时
认为恁是思想犯的共犯，我是无负责哦。是是是，不能谢你，不能谢你了哈。你嘛看到啊，会当走啊！大林，我是不是应拜托你，你帮伊走好无？你莫去讲啊，我即嘛真无用，紧走。大林，你袂用做哩，我来走，我来走啦吼。阿姐，你看伊红拍甲安尼。伊足可怜的，咱家己想办法，甲救出来，好不好？乔英啊，你放心啦，我林英啊，替咱出面哦，绝对无问题。你先放心，一定无代志，好。你上好是无代志，阿那无，我就真正对不起伊啊。连用怕的，好了，我来问你，您先出去。是。我跟因讲过，卖对你动手，想袂到因这么。你甲讲，迄个查某是啥？为什么伊要来看我？你讲啊！看你生做这烟斗，无怪关心你的人阁未少。甲你非亲非故的人，我无兴趣。烟斗是恁阿姊，我还阁需要你斗三工。是啥物拢唔知影，你莫看得到伊啊！我当然明白，恁阿姊啥物拢唔知影，也毋过我的定时因无得会安尼想哦，所以你紧把你的行动交出来，安尼我才有办法把恁阿姊斗散。啥物搞动的？我只不过是按照事实。写一篇文章尔，一篇文章尔，你敢知影？你的文章会值你的命？无安尼啦，我找恁阿姊来，你好好甲考考。
你阿姊若是肯对我，安尼，我一定会尽力甲你斗相共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那是日本政府，是因为我写文章对因有损害，来到水灾因啊。阮阿姊的代志，免你管。你最好给我想好清楚，我若是说你要造反，会牵连很多人，而且你也会很快就让拖出去清洗。代理，之前几落摆，你打电话给我，我拢无用，足歹势。今日先多谢代理半时间出来跟我见面。其实有啥物代志，你直接叫我去你个保证就好啊，唔免来这种所在。这更加无啥方便，因为我希望你救些人。这样，白尊英。白水英这件代志，就歹处理了。王老板，咱两个另外找一个所在好好讲。好啊。你若找我来这种所在，无啦，来这种所在，才袂让别人注意听到咱在讲啥。哎，经理，这个小小的孙子，如果想要来白吃白啉啊，你去准备一间房间，我带王老板来这讲代志。哎，对，老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头一摆来阮银座吼，真正是罕见嘞。阮小舅上绝对唔知影你要来，今若无，伊绝对会吩咐我保留本店上大上舒适的遐，予你使用啦。你讲的小舅上是？哦，啊，阮小舅上就是啊、哦，大家拢知影，这间银座银主就是柯大川小舅上的。哦，原来是柯小舅上。是啦是啦，少年头家你可能袂记啊哦，之前咱捌见过面啊，我叫江中义啦，啊，阮阿哥就是正义店的头家娘，嘛就是阮小舅送的恶丧亚美基啦。哦，那我常常嘛听阮小舅送提起讲，伊甲少年头家也佮林道上这两代中的关系哦，会当讲是真密切。王家包装从较早就著有名，啊，王老板人少年缘投，佮熬做生意。王家宝庄以后名声哦，绝对是愈来愈兴旺的啦。无啦，你唔敢骗啦。哎、欸，经理啊，你莫讲遐济啦，紧去准备房间啊。还有，你叫胡米科来房间唱歌，我足久无听伊唱歌啊。难得少年头家今日大家光临本店啦，我今日一定专工为你一个人，好好安排一下。阿伯啦，嗨，阿伯子已经遐啊，手菜紧传传嘞。王老板，来这边请，请，请，请。您苦家竟然没把我放进监内，王老板的面子足大诶！我来这几落摆，我毋捌看过伊对人家这么客气。我话跟你讲，我知道白水英这件也是你咧办的，
我现在想要放他出来，不知道你的意思是怎样。王老板真捌做人的道理，也不过爱我放思想犯白俊英这件代志，我确实有困难。也不过，我已经问过你的顶事啊。你讲世界代志只要你安排就好。刚讲你不想要跟我斗相共，你讲，你说我是。好，王老板这么阿傻哩，我就不用多讲了。我看。差不多安尼，五千。嗯，你敢知五千哥会当买几间老厝？我了解，也毋过我嘛有我的苦衷，平时下骹手，也阁有足侪人，只要我拢爱好好啊，甲因安搭，希望。王老板会当体谅，老实跟你讲，这钱我根本付袂起。那假如你袂当减提一挂，我放弃。王老板，无安尼啦，我这份免算，啊外口卖我面子的人，嘛会当减提一挂，也毋过。安尼算算诶，至少嘛要三千。好，我知影。要讲我骂你爱保钱，白俊英绝对会不满的。这当然啦，你毋免烦恼。巡查的责任就是爱保护百姓啊。搁再讲，有王老板的特别交代，我保证，无人敢顶撞伊。王老板，啊人若是放出来了后，是送去你遐，也是免啦。你叫伊走如何如何，我即马咧做，只不过是还一份钱。安尼我明白啦。钱的代志你放心啦，我叫人送过去。跟你合作，就爽快。给你。啥做啥？欢迎欢迎欢迎！终于拄只阿公哦，你来呢，害我惊一跳啊！当物件放个紧拼来呢，嘿嘿嘿，安怎？受痛啊？要娶某啊？哈！我甲你讲哦，结婚了就是变大人啊！想大人嘛无要紧嘛，平常时嘛爱定定出来行大行大嘛，哈！恭喜恭喜！小小生，真多谢你呢。什么的谢小生，甲以前同款，叫我学你上就好。哈，我跟你讲哦，车票我已经收到啊，到时候我一定亲身出马去甲你庆祝。哈，恭喜啊！交代落去，人家哦是我上好的朋友，一定爱按来，甲让囡仔你欢喜欢喜才用的啊！哈，好的呀，小小生。李生，我看唔免啦。啊，这环境我本身惯习，唔免麻烦啦。嗯，林杰啦，都是因为咱是家己的人啊，所以唔知吼特别爱吼招待我素食素食啊。哎，小林杰啦，歹势啦，保证一寡头家哦，电话要甲伊讲代志啦，我都袂陪你啊，我先失咧哈。我李生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啊，还有代志。是啊。有一个阮王家破产的生理的代志，我想要跟你参详。容易啊，你有听吼？人家有代志要跟我讲，也不过咱家有外人伫个，也无方便，你请出去哈。我知啦，请。家教授，今仔日我是王老板的贵宾。我还有事情要说，现在这样我请出去，这样好。我请你。
你是永乐顶的孙子，我甲人家咧讲代志，你有啥物资格在现场听？哈？无啦，无啥。我甲你讲，你是小小一个官府咧，你常常在外口也无用无用。我三个时也敢来我家白啉白吃，我是逐项知影啉起來。你爱知哦，不管是你的顶司，也是你的顶司哥、顶司，每一个拢是我一粒一粒好朋友咧。安怎？就爱我叫伊来请你回去，哈？恁大伯讲，我先出去。请。因苦家竟然无我放伫眼内。那边报警的老板，你替我去安排一下，哈。我知啊，邱科长。这样，阿你讲什么代志，唔得讲。我知温队长在先进前，到李尚烈交情真好，我李尚嘛真照顾王家，甚至你的将你所进的动物布料，拢交阮王家来卖，这个代志我先感谢你。也不过现在市面上一些新开的布庄，他们所卖的布料花草人跟我们相同，而且价钱也较俗。李尚，我事情怎么变成这样？英杰啊，你这句说的每一句都对啊，布料都我卖给他们嘛，哈。也毋过，阮倒在伫你在身的进前，就已经甲你签好合约啦。这合约有内容，你根本就无应该将这宝贝给别人。你安尼做是咧违反合约，你知无？应该啊，当当年啊，我就是甲恁倒上个私交，我是安尼好甲真好啊。所以我吼，阮保证吼，上好布料、花样，拢交予恁倒上。啊！你嘛经营了真好嘞，赚啊嘛应该赚饱嘛，对不？啊！我也知呢，最近局势就歹啊。我李尚伟都要进出布料，是用心计较才进入的。但你若我进入啊，你若无都全部拢总甲我吃去啊！你搁咧讲啥？李尚，我已经尽力啊。就参照你讲的，即摆局势真歹，而且我要付你的汇款嘛要顶大过啊！国再讲这份合约根本就是……啊，林杰啦，少林杰爱认真去奋发事业，莫安尼三不五时就定定要提起恁岛上跟人签的这合约。你还知呢？这份合约是我跟恁岛上签的，国再讲。但恁岛上个性遐尼啊久哦，我嘛是安尼遐尼啊久继续跟恁斗相共啊。我算算的哦，已经有够啊啦。安尼讲起来，我对恁王家应该讲是仁至义尽啊，哈。英杰啊，时代无同啊啦，即马做生意哦，爱靠头功。要把头巧也要变化，那样咧常常吼，也要照老方法来做生意。啊，咧恁王家事业是要安怎，我都哪做哪大啦。啊，无你上无歹意啦，抓到机会哦，我拢恁对恁这少年教恁一寡哦新时代做生意的方法啦，哈。吴里上，真多谢你今日教示，你今日所讲每一句话。我拢用纸包起，放在心肝底，永远会记你。安尼就对啊啦，英杰，有啥物代志唔通放在心肝内，叫来上头里面赶快清清楚楚，安尼就无代志，无代志对啊。你姐姐，我甲中医交代，选几啊较水的姑娘啊，甲妇女科来念歌给你听哈。妹，我个代志爱报应，不行。安尼我都无上哦。
你去。这个人真奸巧，拢无咧讲信用。伊明明就是人才人情才，人亡人情亡。对你哦，真是软头青骨，食你够够。阿弟，你找来这是要搞考试是？我唔是甲你考试，我是替你不平啊。其实我家己实在上行，也毋过好的报料我较袂着，那无得家己去争。他是讲，你若有船，代志就好办啦。好办？刚刚你对报料嘛了解？今嘛是战争的时阵。大家巴肚都顾袂饱，哪个有心情买布？趁即马即个时阵，我报你一条趁钱的路。阿弟，你敢袂当讲较清楚？安尼，我跟你讲实在，郝大川一直看我无，我早就看伊袂爽快。陆姐，你跟我讲代志，我感觉你这个人非常的阿莎利，我足欣赏你的。今嘛，只要咱两个合作，这条钱一定赚得到，一定赚得到。是用什么方式嘞？招数。招数。你讲恁顶面要将阮小林送去虎城家家？是啊，我已经想办法拖延啦。啊，你的钱到底肯有无？我即马欠差不多六百几块啊。六百几块哪有够？我顶下面拢问过啊。即马一千，是无够开。乡镇的爱千五。千五？嗯。那愈来愈多。你放手啊！我知影。这种时阵，你一个查某人，要穷这侪钱，确实有困难。再讲，你的店嘛无啊？你是要摕什么物件去抵押嘞？敢毋是？春和，我知影你是一个真好的查某。我的意思是，好啊，你莫阁讲啊，请你较尊重嘞。好啊。我甲话讲完好无？你已经把你的大官唬出来，人已经无生理，你是李家新妇。春和啊，你还阁少年，无需要为着家兴酒挂。你看我，好歹嘛是一个孙查甫。我一出去，大拢大人长大人短，大家对我足尊敬的。也毋过，我这个大人回去厝内，一个人零零清清足寂寞。我真希望有一个人。甲我关心一下，你知无？叫恁岳华，我卖听命命，
假使你愿意。好啊，你莫阁讲啊。我嘛愿意，拼着孙早莫做，但救你小弟好无？因为你的小弟就是我的牛啊，敢毋是？安怎？你好好考虑一下。真的。给我几天的时间，我会将生活过清楚。无时间了啦，林小弟，明仔载就要上奏。林小弟，明仔载就要上奏。阿姑的呢？家长会想办法，真紧就阿姑回来看你。有影。杨爷甲我讲，你决定要来阮家唱歌。我想要先借1500，这多钱啊？我用唱来赌，啊，看唱外久才还得完。好啊。姐，你有想真清楚也无？也若无合约签了，连本带利拢在内面。以后你若要反悔，代志会真麻烦的。我是甲你算上低啦，你若来银座上班啦，会当予咱的店生意愈来愈好，甲你捧场的人愈来愈多，我当然会看情形，甲你卡薪水，予你生活搁较好过日。你即句啊，详细想我清清楚楚。我想清楚啊，我愈嘛是靠家己努力趁钱，搁再讲。这1500对我足重要的。容易，钱摕来。这1500，你收起来。你的钱是倒位来的？林小弟，伊写那篇文章得罪日本政府，
顶次有交代，袂用的放。真的，我知影你吼，你有较为难。啊，不过你答应过我，我要把阮小弟放出来。拜托，我拜托叫阮小弟好不好？春和，阿叔，我愿意冒险救恁小弟，你要安怎报答我？你讲啊！卡算也真正把阮小弟救出来，伊平安无代志，我对你会有一个交代，再请你收下。先啊，你看，哦，这旗袍吼料心真好个呢，哦，手工够好。有英啊，你敢买小看者？都无心情啦，可今嘛无消息啦。你放心啦，有王家出现，应该无代志啦。哎呀，亲嘛，恁家恁来啊，来来来，请坐请坐。头家娘，予你真破费呢！安尼落订落到遮尔济，遮生意共阮落来十二品呢，这是应该啦。啊，我着加一个新妇啊，后摆着会当做缘做挑啊。安尼玉英吼，着无借口会当做阮王家的新妇咯。亲，啊，阮庄家人吼，啊，较刁滴，毋知你讲的是啥物意思吼？哦，孙仔迄边吼答应要放人啊啦，安尼玉英吼，伊着当放心嫁予阮林杰啦。真是嘞！林哥，多谢你。月英，免讲谢多谢。我所做一切，只是要让你知影，我是真心的爱你。月英啊，你看人林哥哦，对你多啊关心嘞，对你足好个呢。我讲谢谢多谢啊。头家娘，多谢你。嗯。啊，恁阿姊唔都已经叫我亲妈。啊！你搁叫我什么？叫一摆我听看麦。我刚才麦搁改一遍个，有意也歹势。吼，新妇都还袂带入门，啊！你即摆来替伊讲话，到底为要？对啦，你是玉英的阿姐吼，啊！你算讲是师大，这是我甲因两个好的八字啦。啊！你看麦啊，吼，啊看。内底有两三个日子，你经查日子看卖，好。亲嘛，你算就好啊啦，你若决定倒一天哦，当然是愈早愈好啊。安尼哦，好啦好啦。伊就是你踮个桥口熟识迄个查甫了。我知影，感情个代志本来真歹讲，大家人做伙本来就是种缘分。两个人相拄着个时阵，就有可能会对对方产生好感。也不过这款好感，是绝对无法度估量的。我相信你心里真清楚，我是我娘嫁的你，我娘爱你。你要嫁给我，这是你的正确选择。因为只有我，才有法度给你一世人的幸福。我一定好好疼惜你。我知影，你是为着我才会救你。
你嘛为我做真侪代志，我真感激你。我要提的不是你感激，我要提的是你真心。你就要做我的母啊，才会当让你幸福。做任何代志，我拢跟他上天啦。你唔捌伊啊？安尼我来甲你讲，伊就是白俊英，从今以后，你就袂用叫白俊英。我唔叫白俊英，那恁我叫啥？凊彩你要叫啥？你爱会得钱。今仔日白俊英已经死一只。你的意思，伊是是替我？你别啰嗦啊！我是利用伊换你出去，以后你就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。要救我出去。好啊，天要光啊，三更晚晚跟我走。紧的啦，那让别人发现，你就走袂去啊！紧的啦！阿姑，阿华，大姐。真是的，好令烦恼。春和，我叫约定把人送回来啊。罗正德，人你已经送得回来啊，你会回来。春和，这一路上我足辛苦的呢。把俊英平安送回来，
啊，拄好即马是食豆的时阵，啊，你煮啊这么澎湃，安尼拢袂当请我食一顿啊？袂用你啦，无正着，阮这道是专门要传予做恁去水温的，应该无适合你大人来食一顿饭啦，而且煮遍啦。正着，真感谢你把阮尊严平安送倒转来。我安尼啊，玲玲吼，我才准备一顿啊较清早请你啦。你要行我的，明天我亲身来替。我是真无简单，偷偷把伊放出来。上好，伊是离开这愈远愈好。也阁有改一个名，免得以后出什么问题。我还有事情要办，不要交了。地卡面线，吃了地卡面线吼，气色温啦，来，跟吃。边边吃，好。是。啊，多谢。大姐。哎。魏总有保证地叫我出来。我听伊的口气，你是不是有答应什么？哪有啦，我哪可能答应什么？你想想多啊啦。啊，你跟姐啊，啊，伊都有讲，你有记得无？伊讲你爱紧改名，啊，若无时间，你用查出来就唔好啊。紧吃，紧吃。对啦，恁大姐讲得无唔对，去水温这条面线加吃一寡。啊，大姐，迄个查甫囡仔，就是我甲伊讲过，迄个查甫囡仔。伊在派出所有看到我呢。迄个查某囡仔哪会去派出所？啊，伊哪会知你去用关嘞？这我嘛无清楚，也毋过伊有叫我，而且伊又哭甲足伤心的。啊！伊看物件嘞。哇，什么物件啊？就是迄个查某囡仔留落来迄看物件。因为病离开的时阵哦，敢若手有摕物件哦，惨啊！一定落在病。林先生，我摕着就随转来。哎呀，你莫食饱才去。大姐，我已经有食啦，安尼会用啊。林先生，我摕着就随转来。阿姑，来，我敬你。真多谢这段时间对阮的照顾，春兰，你都莫安尼客气啊！我看俊英哦，度过这个劫数，我想以后人生哦一定会真顺遂啊！是讲哦，即个经过这个风风雨雨。更加让我感觉到，以后照顾恁母仔是我的责任。你别烦恼啦，吼！我若讲到我卡上遐，我会尽量去想办法，让阮卡上来接受你。陈老，莫拒绝我啦，让咱重新去开始过新的生活。来，来啉酒啦，你哦。干那呢？关心别人，你嘛爱顾你家己。这杯酒，最后我敬你，身体健康，事业顺利，我邀你卡上。这个放心啦，我一定会的。
我一定会把我的身体顾好，因为以后我会照顾你跟我的花的。知道，以后我绝对不让你再受到任何委屈。小姐，什么事啊？那天我在遐抽花啊，我摘了一筐物件，你有看到无？这我唔知呢。对我一片真心，我是不忍心伤害伊。这几句话是我送你，有闲才甲拍开看卖呀。多谢。离开啊！再会啊！